When I walk into the kitchen, you saw the look on my face. You saw the look on my heart to get out of this place. I sensed something I've never seen before. When you put on the pineapple, we couldn't be friends anymore. Pineapple puffs, put on pizza. It's a food and you know that.大家好，我现在在逢甲夜市，这里呢是全台最有创意的夜市。那现在是下午的5点，那很多家店家呢正准备开始营业，带大家一起来看看。这边呢有卖一些饰品店，那这里呢平常就非常多的人，因为这里是学生商圈，这里有逢甲大学，附近呢也有侨光科技大学。大家正在紧锣密鼓的开店，这一条呢是文华路，那最热闹的就是这一条街，从下午的6点呢它就会封路，变成了步行街道。那来到这里呢，什么美食都有，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。这边呢有麻油鸡，美食名店呢有盐烤虾，还有这间黑轮店。这是烤鸭夹饼。这边有一些服饰店，这边还有卖花枝烧。这里是一口煎饺，的一些小游戏。这里就是逢甲大学的正门口。When I walk into the kitchen, you saw the look on my face.
face. You saw the look on my heart to get out of this place. I sent something I've never seen before. When you put on the pineapple, we couldn't be friends anymore. Pineapple buffer, go on pizza. 对学生真的很多。还有一个美食呢，是一定要来买的，就是关之琳大肠包小肠。那这一条路呢，是专门都是卖小吃比较多。最近呢，也多出了一些3C用品跟几间的服饰店。曾经呢，这边也有一间炭烤鸡排非常有名，可是现在已经关了，在疫情后关掉了。加上牛奶和红茶一起熬煮，每三个人都要再点上一半的花香。大家都赞不绝这边多了很多的夹娃娃店。这里有巷中巷，有一些小吃店，还有一些餐厅。这里有挂包，还有拉面店。那这边有几间店面，这间也是蛮有名的韩式料理店。这边的装潢都蛮日式的，这边有一间拉面店。这边有一个按摩鸡排，就这样。还有烤杏鲍菇。这边的水果一包10元。不好吃不用钱，看看有什么咸水鸡，这烤鸭非常的可口。逢甲夜市呢，腹地非常的大，
然后外面呢也都是一些小吃，大部分都是美食，所以来到这里绝对没有找不到的食物。